边的还没算，我们中国多少都是这样的。哦，真的？对呀，国外日本算大。为什么日本多少多少不参加？你看我们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专门的自己指定型材。知道意思吗？不是那个问题，你要指定型材，没关系，你要找我参加，我有参加。他了，他们好几百。他是谁？江西的，这个山西不认识，也是现在太多了啦，我觉得你觉得太多了啦。